我才不听他们的呢，我连我妈都不听。我妈给我的只是意见，她不能左右我的决定。老铁，广智是哪里的？广智是公司的，不是，广智是东北的。一直靠自己努力，我挺厉害的。真有主见，我老有主见了。我但凡我要是没有点主见，老铁，我今天就做不了吃播。真的。我是2014年出去打工的，2014年一份工作，完事还有第二份工作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份换工作的时候，我妈都不同意我，因为我搁一个地方没有说低于过1年的干的。